妈，哎，你先安坐啊。妈，哎，老婆，你先坐，有听到不？你把小乖引进来，老婆。妈，妈，舅爹啊，你笨手，叶老，我的大汉，我会越来越强。行，我带你去爱心。进来，慢慢来，妈，行，我带你去爱心。你别睡了，快起来，老婆，快起来，老婆，你真心安吗？我头壳，头壳真疼啊！别惊，别惊，吼，无代志，我爱你有法的，吼。妈，无问题，无问题，一定无问题。无问题，无问题啦，我传来病，这边咯，一定有救啊！继续来，节奏高。万一有人来给我认出来，是要安怎？连姐，我平常是给老婆一张保命符。小姐，给，拜托，拜托，紧叫我妈，给。队长讲哦，真爱困啊，含饭嘛食无几嘴，啊，结果透早的时阵，我煞叫伊叫袂醒嘞。啊，有啦，伊拄则有小可真细，啊，就讲伊头壳疼啦。阿姨讲有啥物慢性病？哎呦，啊，老大人拢有，莫问遐济啦，紧救人啦。啊，阮着爱先了解状况啊。我糖尿病，我都无稳定。啊有啦，伊讲哦，又糖尿病啦。阿怎嘛讲伊血糖伤低，无啥爽快，紧处理啦吼，拜托姐。新闻顶关这个林子，啊，可能就是这位老太太呢。伊讲哦，又糖尿病啦，阿怎嘛讲伊血糖伤低，无啥爽快，紧处理啦吼，拜托姐。安尼，拄才送老太太过来迄个，阿门就是通气犯万条万。哦，阿伊敢是走去啊？我看，我先报警。安尼较保险。爸，我看新闻讲你着枪呢，你有要紧无啊？是伤着倒位？啊，无要紧啊，小可伤尔，对我来讲无算啥。啊，你哪伫遮？我拄好有代志要来遮办啊，是讲爸，老夫人。伊即马伫倒位啊？阿姨啊，伊无甲我做伙啦，我放伊走啊。你放伊走啊？那恁是安怎？伊拢无来找阮，嘛无报警啊？我明仔知影，伊现在毋报警啦，回头我无甲伊做伙啦。敢真正无甲伊做伙？爸，你这袋内底拢是一罐慢性病的营养补充品，这是不是拢要给老夫人的啊？敢是伊让你拖咧陪你做伙走路，所以身体袂堪的啊？我会记得这山口有一间小诊所啦，伊即摆是毋是伫遐？哎呀，真妙啊！你真的是愈讲愈离谱呢。
啊，这物件拢是我来吃的，啊，我买着想到吃啥？搁再讲啊，啊，我带着这个老婆，是要走路啊？你搁想要继续走路？你搁唔知影，即马警察全部拢在通缉你呢。你若准讲，你会当搁走偌久啊？我一定会当先避开警方啊！金瑶啊，伊若是要帮助爸，都莫让人知影你有拄着我。爸，你给我拜托好不好？我陪你自首啦，自首会当减刑的。而且我嘛会去拜托阿公，还佮有晴天，因手洗牙关，予你一个机会重新做人啊！我知道你是为爸好，嫌讲我已经不是少年人啊，这若叫人关入去，恐惊八九十岁，还佫袂当放出来。都真讲会当出来，嫌讲我的事业嘛无机会佫重新站起啊。那是安尼，我不如过去死死的较快活。你想要较起码佮你想讲甚物事业重新站起啦，爸。不管你用关多久，你拢是我的爸爸，我一定会饲你的。要唔过事业成功，感情才有这样重要。心安理得，一家化团圆，才是上重要，敢毋是？我即马心无挂碍，都是因为我无去爬炸弹，无要抬朱晴天啊。那你小宝不清楚嘞，要过你阿外亲是妈妈去台北顶。中介灭门案，伊连恁妈妈也阁安捷性命，就连当当年，我巴肚内底迄条无辜的性命，迄是你的亲外孙呢。爸，过去的遗憾已经无得挽回啊，只要你愿意忏悔，愿意认错，我绝对会原谅你。我都很乖，当一家人都注定永远分开啊！我是在找机会出去，让咱全家伙啊，会当离开这个所在，才会当团圆做伙啊！伊啊，不过你嘴内底讲的全家伙团圆，迄是要建立伫咧别人家庭的破碎店面呢。这款的团圆是罪恶的，我唔敢滴。他们永远无可能幸福美满。别人安怎，那是你的命，你唔免管别人的代志。你只要徛伫爸的立场，为我西藏一摆，敢有这么困难啊？看起来你真是讲袂顺切。那你我袂用又在你一错再错。过去，我甲你报警。金苗，你竟然要报警抓爸？无猜爸这么疼惜你。你果然是当中心是大汉的，可完全无更新的。惠弟，不管你是要恨我，还是要怪我，又在你啊啦。惠弟，我今日就是要报警。先把药拢开好啊，那天应该都无什么问题啊。阿婆，老婆，起来，等会离开啦。这是多啊？哎呀，我是刚干水啊，先跟我讲啊。人呢？啊，都在这。
发现通缉犯万条湾的行踪，请求支援。你吼、哦，就是软心肝、嘴真硬啦。是讲这几天我跟你相处，我就感觉你不是遐尼绝情呢。就算我是你的保命符，你嘛无甲一般的绑匪同款，逐天甲我绑条条，照三顿拍，连倒甲我照顾甲，未输我是你的妈妈呢。我都讲过啊，这查某人爱滚头母哦，不是用来拍查某的。敢讲以早你唔捌对你某囝动手啊？是要动啥物手啦？迄拢是哦，已经顶家无得过恁嘛。啊，不过，起码拢只是小可教性尔，甲迄种的家庭暴力粪扫无共啦。你的想法阁真奇怪哦，明明你就会杀人啊！迄兄弟人在江湖走跳，要找的是冤仇人报仇，甲迄家庭暴力迄种虐待无共，你是要讲几遍啊？好啦好啦，我卖讲啦，你卖激动，血压升高对你的身体无好啦。欸，我也是跟你警告哦，你别用这种时代的口气在跟我讲话，但我也不是你后生啊。搁再讲啦，欸，你现在是我认真的，不就是你爱听我的话才对？这个啦，你若吃无饱，就吃这个啦。上好是把你的嘴塞起来，才袂安尼一直碎碎念。这拢是糖尿病专门咧吃营养品的，你专工去买啊？那么哪有可能啦？那是拄食迄个护理师哦，硬要推销的啦。讲啥物吃这上好啦，我都惊讲我若无买哦，伊会去怀疑。啊，唔吃不得已只好买倒来啊。啊，都买都买啊，无吃过淡掉。啊，你不是讲做人袂当想讨债？你这个动作吼，秘书搁肯伫我的身躯边呢。伊有哪甲你同款用心哦，拢会准备真多营养品给我。较拜托好无？卖提我甲伊相比啦。啊，伊若真正这么有效哦，迄天若看到我，伊就应该无顾一切，随冲过来救你。伊哦，一点仔查甫人气皮拢无啊。你安尼讲无公平哦。我人伫你的手头，你阁用我来威胁伊，伊甲天照打嘛，唔敢对你安怎？两只就两只，你阁替伊找遐侪借口。伊若真正哦是一个有架势的查某囝，都成功啦，袂当相对下，莫想办法斗人拯救人啦。啊，结果伊拢无，无怪某囝哦，拢无伫个身躯边，一个一个哦，走敢那飞嘞。你吼、哦，讲到底就是食阮国庆的醋啦。我是要吃伊什么醋啊？我都不是偷甲派伊讲，因为你无法度保护林峰，唔对，是你无法度保护你的某。伫伊落座的时阵，你无伫伊的身躯边，是阮予伊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。若凭这点，你就使阮国庆忝忝啦。客金是我会当控制哈。我嘛想袂到讲未来变到安尼啊！啊，不过事实就是国庆有做，你无做较够的代志。不管你安怎看伊无啦，伊拢是一个予妈妈骄傲的后生。嘿啦，对啦对啦，等恁后生哦，什么拢上高，什么拢上厉害，啊，你着家己哦，慢慢去骄傲啦。我来灌水啊。是输人够紧张的，因为我这世人永远拢无机会，跟我妈讲出一句，我是一个会让伊骄傲的后生。这万条款，要形容这么艰苦啊！敢讲我有讲什么话去伤着伊啊？之前伊受伤死死昏昏去的时阵，嘛咧话讲什么卖怕我的妈妈。敢讲伊的心内有啥物心酸的故事，甲伊的妈妈有关系啊？我还是想办法了解一下，较唔免伊心内尖愈围愈深。